完了，收摊了。我们跟他说晚上来，然后他说收摊了。How much？ 这里可以，先坐下来再说。问一下他价格。拿拿时间。他会过来的。那边的话已经下班了，我晕了，头都有点懵懵的，差点又以为又要吃。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姐，差点以为又要吃刺身了。这个用了22万一斤，一公斤的虾用了22万，八爪鱼用了多少万？12万，然后还有这个鱼的话用了10万，一共44万。一共44万，你算了。刚刚加起来不就是吗？应该是44万，相当于人民币100多一点点吧。我数一下。饭厨余。141。141人民币。OK， 20万，大概人民币66块钱。就这样。他就这样啊。都是白灼吗？对，而且内脏都没有开，你放心吧，好吃。不是吧？对。那不是一口咬下去，满口都是黑。你看山东不是北方有些直播吃播不就这样吗？只管吃，反正里面的东西都能吃的。好大呀！肯定啊，试一下。张牙舞爪的。有盐没有？好吃不？还行。你们可以蘸蘸。我来一口，我也受不了了，我也要来。OK，Thank you。哦。还给了我们一把剪刀。这样就好，方便多了。先把那个头剪开吧。还行啊，就是。跟广东的吃法也差不多啊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包黑色的。你看，没有，应该都可以吃了。先吃吧，等下一道菜。哇，真的是黄啊！是不是嘴黑了？哎呀！应该是嚼到那个墨囊了，它里面包了很多墨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只管吃就行了，这个东西都可以吃的。感觉这个东西要剪开来才好吃啊，人家再给我们一个剪刀是吧？嗯。这个囊不要了吧？不要了。里面有墨。不好吃。丽琪这个二傻子，他虐待我。干嘛？他把他吃过的鱿鱼头啊，蘸了很多辣椒，然后呢，就在叫我剪。我的手本来就很多伤口啊。啊，有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我有很多道菇嘛，然后我现在整个手都很辣，超级辣。我不知道你手上有伤口，你又不说。我疼你吗？我没办法，就我自己剪啊。嗯，不说我也自己直接这样吃嘛。嗯，应该也没有了，就这么多了。啊，这个小的就无所谓，一口就没了。我们的虾我刚刚看到了，好像是用来油炸，哇，非常香，倒到那个大锅里面去了。Excuse me? Hello? 我想进去看一下。椒盐海虾。刚刚那个老板还亲自示范了一下这个怎么吃，然后就抓了两三条，一口下去，演示一下。对啊，其实吃这个东西谁都会啊，看起来也很好吃。你先试一下。是椒盐吗？对。
我还以为是炸。好烫啊！很烫，全都是新鲜货。嗯，吃完辣椒吃烫的，挺烫嘴。对，很鲜。哇，太鲜了。那个感觉它的虾的细胞在我脑子里面蹦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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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子蹦，这个比这个好吃多了。对，很好吃。总共买了五六斤海鲜，我今天晚上好难啊。难到对焦都对不上。太爽了，慢点。这些虾全部都是野生的，它不比养殖的，养殖为了各种饲料，一些饲都是天然的东西，所以头的话也被老板煮得非常香非常脆，只管吃，不用顾及其他的，都是从南海打上来的海鲜，那边是没有什么污染的。对，我的妈呀，一公斤的虾我们两个人吃的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老板是很有个性啊，他是吃完一盘才上另外一盘，看我们吃差不多，他现在又开始安排另外一个了。最后一道菜是鱼，四条鱼大概有两斤左右，一公斤，用来煎。这老板手艺还是非常好的，煮东西很好吃，也很认真。他们两公婆呢，就是一个负责教我们怎么吃，一个帮我们煮着吃。很热情啊，很有趣的一个社会现象啊。就是刚刚我去买可乐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发现我后面那里是有卖可乐的。然后后面的那个档主呢，就跟这个档主吵起来了，就跟我现在加工的这个档主吵起来了。他说为什么，大概意思应该就是为什么不介绍我们去他那里买，然后就一直吵。刚刚还过来我们这一桌的话，在这里看我们看来看去的。感觉做生意无论是哪里都一样，都是有点勾心斗角的感觉。最开始倒是过来看着我们的饮料，想问是不是在他那里拿的啊，然后我们说不是，我们去另外那个摊买的。之后就开始各种过来啊，或者是吵起来那种。对啊，是为与你相拥。哎呀呀，哇哦！我担心它等一下滑掉。其实总共有四条鱼，还有一只，应该是老板贪污了。啊 ，OK。不无所谓了，另外一只非常小。逆行，我们有一条鱼被老板给贪污掉了。为什么？很小的一只。这三只是大的。我惊讶到说不出话。我也惊讶到说不出话，他们是把皮给剥了。不是剥了，是煎的，它最脱皮。它真的是连皮都给剥了。没有见到有皮啊。哇，好香啊！你试一下。继续干它。我们已经从下午四点吃到了现在晚上七点。对，这个从哪下筷子啊？太脆了。很脆吗？饱了。很薄。饱了。饱了？别啊，还很多啊。还挺好吃的。香不香？野生的哦，黑雕哦。好了，我们得先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完了，视频也差不多要超过十分钟了。喜欢我们啊，以后到这边就也可以像我们这种吃吧，觉得不够实惠的话还是到外面吃吧。对，拜拜。我们刚刚离开的时候，丽琴用小眼睛瞪了老板一眼，发现老板还在掐着我们虾在吃。他偷了我们好多虾，还偷了一条鱼。对啊，哎，习惯就好了，国内也一样啊，我在珠海那边加工的时候也一样会偷料子。好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，拜拜。拜拜。